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耶、大家好，我是柯B，今天又来同一车了，这应该是泰山当主角的了，这你就写给你，你开了几年？五六年了。这个是 Focus 2010年的，这个是 2.0 的，五门的。哇、这啥？置物箱哦。对啊，卫生纸那些有的没有了。好、这个是五门的，它这个是固定在上面的。我记得那时候看是没怎样嘛，印象中嘛，我再看一下，有做隔音。对，没怎样。有啊，他有做隔音。对，他有做隔音。好啊，久了，但是这个车子就是这个通病，就是晒久会黄黄的。嗯，后面也是有了一点，哇，小掉漆。其实蛮多掉漆的，因为它黑的很明显了、不点漆的话就会比较明显。他加油在这边呢，不用排队。不用排队。不用排队哈。啊，这个就是不是皮椅哦，这个是当时的那个农布椅的，双色的，黑的但会透出一点红色的底这样的，整体还蛮好看的。外表我觉得还可以啦，就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战损啊，都会的啦。刚刚我们就先打开，因为它打开每次用钥匙，这一代的通病，然后这个很容易掉。对，那、我们要换吗？我帮他换一只，其实还好啦，金属的，其实不要去撞过就不会了。我呢，我那时候它自己就掉了，那你就吹太凶了。这台车最好拆的是大灯了、一颗螺丝就乱了。大灯到时候也要打，这边就比较黄。对，就是好像通病哈。大伤没有了，小伤都是一点点、一点点这样的啦。整体都是 OK 的。那时候为什么会受这台车？因为第一，其实 Force 哈，人家也会比较担心，就是不好顾嘛。10年到现在已经14年了，里程数真的也跑比较少，他才跑86000。印象他是买新车，我有跟他讲，我买新车可以去折抵。他说啊，不用，我知道。后来他就把它捐出来当做公益车。可这台车没有不好顾啊，没有不好，是小毛病。对啊，它就是有一点啊。以那个时候来讲算多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10年的它有防滑，有气囊。那时候10年的有些车没有这个东西，所以它就不会坏，不会坏就不会亮灯，不会亮灯都解决，妥善率很好。内装我觉得它还不错了，这整个的保持的蛮对。他真的是有在顾车，他说之前有放外面，后来又放停车场。他的椅子也不会说塌掉，对，塌掉。驾驶座会有一点点的，可是大致上我觉得还 OK。啊，这个 Force 的这个可以圈起来。哎，你看啊，人咧足清气的咧。一般来讲，里面啊都会就比如说会很多杂物啊。那个翻起来就是椅子倒下来，整个后面的是全屏。再来就是最主要是看引擎啊，这台买回来也蛮久，可是发动都是 OK 的，有电，它没有漏电。感觉上应该是 OK 的啦，水，这一格要拿起来，再拿起来注意哦、这都会掉哦，这个都会掉的，对。有漏油吗？目前看起来是没有，没有，下面就不知道了。哎呦喂啊！大家上过大红神仙去啊，老一挂油了没啊？对啊，真的。太干了，生锈。对啊，棒棒。看起来这个好像新的，这只方向机有换过，好吗？第一方向机这只有换过，对，换过。快加换整套，没有，没破哈。好，那边一样转，哎，碎嘞。第二次有老油吗？看起来没有。你压千多号码，很紧。看一下轮胎的年份，轮胎还行，2011年的13周。哎，啊，为什么这个是2020年的44周？刚刚那2011哎，13。好，库存。对啊，好，一样是胖宝宝。2044，这两颗是一起的，对，一起的。这个很容易坏掉，后面的压箱很容易坏，坏了就是你。这个是新的，新的，对，他给我换过了。左右边你看，2113，胖宝宝，反正都是应该一起换的啦，对啊。啊，这个的你只要这台通病你有伤害嘛，这个是没办法去预防的。嗯，这台的唯一的通病就是汽油泵户，可是汽油泵户的好处就是说，一般它都定点才会坏掉，你在开的时候不会坏。假设我今天去 Seven 停下来，有可能会坏在死在 Seven 那边，就停下来那一刹那就发不动了。所以你要预防这个问题，就是不要去 Seven， 不是，不要把油开到没。对，其实你看啊，这是油桶，比如说油，这是从最底部，这是高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底部啊，一般来讲，这个就是一个马达，它不可能在最底嘛，它会再高一点点。这个就是马达，马达它要冷却就是靠油，站在油里面它才会冷却。如果长期的油都很低，有没有？它的裸空，这上面都是热的空气，它很容易就坏掉了。所以不要没有油再加，好，后面都没有被撞过。如果撞过，这是板过，这都没了，有没有？后尾板啊，这种就碎了。排气管还好好的。对啊，没事啊，都 OK 啊，都很正常使用啦。
但是没有，欸、很赞的，本来那边又很厚的，你看这边超好看的、哦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好拍的，哦、啊，这个是都还好，你摸都平的。这很对，很正常哦。这已经有一点了。对，因为久了，它旁边就会两侧会凸出来啊。其实那个都是正常的，只要中间不要勾啊，又或者是、哦、对那些都还好。后面应该也更赞了、啊，因为它好像换过了。前面轮胎会动，这后面是一定不会动嘛。你再弄，它有那种空隙，就比较靠靠靠靠靠靠靠的，就是在换。哎，没有，很棒哎，没有嘞。你看人家馒头都好的哎，赞哦。哦，后面的来电面很厚。啊，碟盘也是 OK 的，因为其实要轻轻的啊，如果有空气，它会抠抠抠抠这样，没有，哦，这样动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是顶起来，没事，很赞。这台应该没什么问题啦，这个都换了，那扭蛋也都没漏。这是调整舵轮，对啊，调整了哦，这个新的。发电机没坏，这一台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喇叭有无插头落去？还有换了吗？它的喇叭很容易接触不良，干的，好的呢，好的啊，优秀呢，啊，送去新的啦，新的呢，原厂的呢，去台站，看到打屁屁我会惊的，哪呢，我想穿着头啦，有故的车就这样，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啊，我落下来啊，对啊，有飘啊的，哦，贵州都换好啊，好像会坏的什么水管啊，刚油管我都念一下，碳基都很好。啊，水泵壶，水泵壶旧的，是没换，可是现在往边啊，小块油油，就是这台我堵的，这台坏掉啊，可换可不换呐、啊，一万就冇钱嘞，你话。有啊，好了，剩真空管了。真空管你知道哦，就是那个气管，它、啊、那个坏了就会黑咕，换那个要拆这个，很麻烦。气管整个要拆。好了，这一条不用换。Yes。好的，在这个缝里面哦、啊，你注意，先用眼睛看嘛。啊，我看到了。对啊，但是拍不拍得到我不知道。就这个转角处有没有？正常都会从这边扁掉，然后会裂一小条缝，就是这个转角处。感觉就是油该换的换一换嘛，通病的扣子也要换掉。那个哇，排挡线其实很快了，太棒了，都不用叫料，那就可以做了。所以现在就可以做了。现在就可以做啊，就等一下就好了。然后我去拿扣子，那扣子好久没拿出来了。史上最快工艺成果。健康度180%，充电68%，好的。好久没叫这个货了，这个很快啊，现在可能搞不好年轻人就不会了。它是哪一个？这个、哦？这个坏掉了、啊，这个就很简单了，按钮改的啊。就这样而已啊，全都下来了、啊，要把这个换掉啊。这个切的已经开始变黄了，因为是白色的，啊，变黄了它就坏掉了。啊，拿下来就这样，嘿，哦，拿下来你照一下。这是别科啦，没那么快啦。这个会脆掉，刚刚不是这样插的，就是固定的嘛。啊，万一它破了，就掉了，掉了打挡都变这个是空的，布不到挡。啊，好一点的，外面的修理厂，假设他跟你说这个坏掉，可能他会叫这一颗材料，这个就比较贵，可能1000多块，啊就帮你修好了。啊，比较狠气的说，这个挡不会到，你的变速箱坏了，可能修理个3万5万的啊。好啊，这个把它塞进去而已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这个已经没有弹性了。它越久就会坏掉了，它就硬掉了。对，就会坏掉。换这个。啊，它这个拔起来是这样哎、欸，这样卡住了，要拨起来。有没有看到？插下去定点，压下去它是固定的，长度的固定的。哎呦 ，OK， 要先咔咔，好了之后才可以固定长度，不然它会太长。啊，它打挡就是往上，比如说。推马虎往后就是低档，就这样完成。Very good， 最轻松的一档。太快了吧！啊，如果试一试引擎灯亮，什么东西？很难讲。也是今天以后的事。新的，是不是？好的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画意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试车，底盘没什么问题。
还是试一下。练也练嘞，超冷的，好不好？他是不是都弄好再拿给我？因为他好像都有在保养啊。你看我们的路口又，你看，那他我这样我怎么进来？我是要绕过他，还是再从斑马线进来？要绕过他，然后绕过他这边就直线。对啊，直接画到我们门口了。对啊，这几边是什么鬼啊？这个我换过了，十台大概八台都坏了。对，这个换过。底盘蛮硬斗的。你看这个好日期嘞哈，多怀念哇！2024年10月15号星期二下午15:59。这个是原厂的。对啊，这原厂的。2.5加原厂。其实这个可以也换安卓机就很，现在换的都很平整了、啊。这个我常讲的嘛，它顾得好，其实我们在接手就很轻松。你前面花越多，后面的人稍微再整理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但是说你要花也是可以，假如我方向盘要重弄啊，皮要重变，那就也是花钱。可是我觉得，哎、欸，这个都还不错，算有点亮，可是最少皮都没有破。哎呀，这个都还都是好的，都很漂亮啊，很神奇，果然是车库车。这次的维修项目应该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讲了，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坏，我们也不要哦硬要换东西，我们会把一些你看哦这台车的通病之一就把它换好了，所以那个排挡的衬套啊掉了就这样了，打一样会可以打马库前进，对，可是你打的时候是空的，因为刚刚那个掉了，它就这样拨是空的，不会拨到这一只就被空的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你这样看过去说要穿斑马线呢、啊？斑马线那间才虚线呢、啊。好，来，我问你，来，你看啊，你看这样怎么进去？不对，我现在怎么走？对不对？我现在怎么走？从这边进去。我去打电话问警察。试完了，没问题。它内装这个都还蛮漂亮的，这个之前也会坏掉过，这个都没有。啊，有些是这样，你锁起来，它锁不住，风一吹就开了。拢袂歹嘞，哎、欸，还有电折，哦、电折哎、欸，电动调整就不用，更不用讲了。现在是什么预防性更换？对啊，一般来讲不太会坏掉，啊会坏掉的原因就是有去顶到弄丢，其实换了加强的顶到还是会开哦，不是说换了就无敌了，比较不会掉了。因为原来那个塑胶头容易就烂掉，要加快丢啊，没有，其实不会啊，那很漂亮啊，它是这样转，你看有没有？那这样转而已，一左一右嘛，一左一右就这样转。那当初为什么会设计成要先这样转？先开锁之后再解锁啊，解锁下来你看，主要是这个啦，这个夹容易松掉。起来了，它的设计就是很简单啦、啊、就跟门锁一样嘛，一定要插钥匙嘛，你看就转左右而已。嗯，哎，插错钥匙也是像门一样转不开。去，起来了。哦哦。好，再把这个盖回去。有没有？通常这边的歪啊，一起打一波歪啊，因为它是用钥匙的，就没有歪啊。
啊，它这个后面就是两个塑胶卡榫而已，就按了呢，进去的啦。好，啊，这个就是这样的，就一段嘛，再第二段，这样两段都用了，不一哇，一段，那第二段开，我看到第一段跳起来，第二段开，它这个都是固定的，它这个伸出它不会动，嗯，啊，这个再起来，一、二、耶，零听啦，这个就是塞回去而已。就是比较简单的，其实它这个它也可以伸缩啊，你看它是扣这个高调啊那样，没有装好之后啊，它跪到定位就固定这样，它转它就这样转，不管长或短都可以转。它这个设计都是一个横的一个直的这样哦，另外一个方向，这个是里面的，真的还算不错了，有些是一摸就掉了。它这个应该没有松。我们的公益车仙草。已经把钱捐出去了，得标金额是83,000，这次捐给社团法人台东县向日葵关怀协会，弱势族群啊，帮忙一下。好，那先回去喽，拜拜。其实这台本身就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好，我这样开起来是 OK 的，我觉得很好开的，代步通勤觉得还行，如果在高速公路它也比较稳定。福尔斯的通病是什么？我们都换了，排档的衬套换了，引擎盖的钥匙锁头我们也换了。剩下的是7万5，就是7万5。目前我们发动就很正常。以客人的案例都是这样啊，如果今天去到一个定点要再发动，有引擎的声音吭吭吭，可是吸不到油，发不起来，那真的就挂了。最少他是停下来才遇到的，不是行驶当下遇到的。哎，他这个有包膜呢，我刚刚才看到，你看包一层，你看。我记得这代的喇叭，我试过，对，它喇叭不是按中间，它按是这个角落。好了，这次就是我们的公益车。2011年的 Focus 2.0，美容也都做好了。哎，这一台是最快的一台，检查也真的是没什么问题，因为全车主真的有护车，所以这次比较简单，就是保养而已。回去应该是一个还蛮好代步的一台代步车的，还不错吧？好，外表还是有一点点啦，因为它毕竟它只有考过漆，那有一些色差，就是比较黄一点这样。哎，洗洗真的还蛮干净的嘞，可以装啊，中控台啊，椅子啊，它这椅子是双色的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它不是皮的，算不织布的。后面打开之后啊，它椅子要倒下来，坐垫要拿上来，是吧？你看，拿上来，拿上来之后，它椅子才会平，它才会比较平。我们的好处这样，哇，方便了吧？啊，这个也是通病啊，它这个在里面我们摸不到，啊，其功能都是正常。我觉得这边的晒太阳程度比较高了，这边都晒得比较久，有点黄，这边都黄。对，这个是被闷住的，是闷热，你知道吗？太羞一样，对吧？这应该是考过漆的，这两块啊比较明显啊。它这个是有，这个是加的啦，正常是这样啊，放东西砰就掉下去啊，所以很多的车主都会去买这个啊，放个零钱啊，放个东西啊都不会掉进去。引擎是用这个开啊，应该知道啊，先左再右就开了。好，引擎是我们也有清洗过了，万一你的灯泡烧掉啊，拆这一个就好了，一颗螺丝拆得起来了，换灯泡超好换。这台没有做什么。没有做什么，就是换机油保养一些啊，像这个还泰山赠送的，像那扣子啊，有些不会的人会被换整颗，有没有？那一天拔下来黑黑的整个，那一个拿下来就比较贵。那我记得那个应该要几千块，换那个扣子几百块而已啊，或者一两百块，顶多是这样而已啦。喜欢的话就可以下标了啊，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一台代步车啦。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税金。好，它是2.0的，所以整年度是17,410块，好，就是比较重一点点啦。Focus 就是会车身会比较重，也可能会比较耗油一点。喜欢的话就可以直接下标哈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耶、yeah ！天气变冷哦，保重身体哦，耶、yeah ！行车记录器，花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艺。